跑去捡环境的石头，因为怪物身上的石头会越打越少，打到后面就是你要石头就吃不到了，就变得很烂，伤害真的很低。所以每次要撞墙前，我都会先去看看地上有没有多的石头，没有的话才去捡环境的石头。逼不得已，我才会用自己身上的石头去撞，不然伤害太低了，太低了。我去问一下哦，对，就这个，来为你们介绍一下超重棍的虫子，更换装备。像我准备了两，就是这个威力打击的虫子，好，你看这个属性伤害是20等，真的很痛，然后力量16也很痛，你可以想象。反正就是20+16等于36，比如说是这个伤害好了。那再就是我这个强化打击，就是可以，比如说可以确定这个20属性是出得来的，嘿，那就是20+16等于36的伤害，再吃一颗石头加40好了，这样就76的伤害了。然后软化的话，可能就是达到80、81这样子，嘿呀。那至于上面这些虫子是，这个是速度打击，速度的，而不是威力的。这个速度就是你来回速度会很快，可是就是伤害差了很多。你看这个是9，这个是16，差了快1倍。所以斟酌啦，最用到最后我是这两个在挑，不然我原本也是想说切割型这样，切割型好不好？因为。我这个还没有属性呢、啊，因为我在想，我如果速度切割的话，如果一直追着魔物屁股跑的话，我还可以让它断尾。可是如果没有属性的话，你打下去升就是十二十以下再跑，就20伤害20以下再跑，有吃石头还20以下再跑，所以我这个应该会再去研究。哎呀，节操节了什么？哦，我也差一次活动诶，谢谢节操。啊，他开始了，冲啊！没关系啊，这其实我也可以跟姐啦，想说去蹭一下。有点无耻。我来了，重点我还不是采集装。等下我荧幕上面有蚂蚁，差点挖完。没有啊，刚刚在介绍虫子的东西呀、啊，所以然后说，哎，你接了什么？看了一下，我知道你在介绍，所以我就直接去然后我的掏耳棒不见了。活动就弄这个就。
二组是八点要去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解完了。轻松生存。嗯，开启原图片，另存图档。嗯，下载。素材。我有21个。什么21个？大力鱼。忘，我忘了几个哎、欸。我只来累积，要不敢用。假如说如果累积多一点，大概30个，我都应该可以用完我的装备了吧？哦，我就说我最想要的捕食装冲不上去，我很难过。嗯，捕食装都是那个啊，都是用灵脉玉的。对啊，强化装备。我没有克制那个啊，扩充克制还有贴皮都要大灵脉。哦。如果我用完，大概一下子就烧掉了吧。强化装备，这是用慢哦，克制强化才对。大灵脉玉26个。我觉得连那个散弹都没有把它克制。购买猎虫，切断。看一下哈，切断成长型，力量16，速度10。力量15，速度20，速度，哇，力量20哎、欸，挑战，圣光切断虫，那个我有看到，还特别注明圣光。对啊，说这是有圣光属性吗？专门遮魔物重点部位。哦、结果他是拿来特化那个强光回复的。对啊，变更虫属性，切断这个是火，这个是。水，购买再买2只，切断3只，培育猎虫，不是的，我是狂升，忘记看材料，没有，应该是够吧？没了吗？怕没有啊，狂按，到这边都是三位，这边是，哦，可以，材料1000多个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纵龙骨190。这样我就可以不用跟你们抢头了，要打屁股就好。呀，
跟变裂虫属性，切断水冰雷龙。哇，养虫达人呢？跟变裂虫属性，打击爆破。应该不能再一场了，晚点再回来练。好，更变装备。一衍生。有了，有了。伤害只差一点点，但速度很快，可以，可以，哇！天哪，这组织的要求，铁臂解放，你在弄什么？散弹、喔？我想说，对啊，散弹吗？还是侧甲？啊、散弹啊，哦、散弹。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搞，但如果你们一起有你们的话，我应该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用的装备、啊。有我？你说什么有我？有我吗？有你们啊，我就比较放心输出啊。哦，不然散弹我基本上是掏不出来啊。你就不要收啊，不准你收，我就来打就好了。对啊，因为单挑用散弹很危险。我知道啊，我有看过一个单挑用的，所以我还要微调一下我的捕尸装啊，因为有个可以拔掉两个，可是拔掉两个我就是少了，看一下哦，这两个装备是干嘛的？镶嵌。我挑战少一个，少什么？更变装备。光玉化。有了，哦，都有了，好，强化。光玉化四，光玉化。有爱，等等，他这家伙装新的珠子，不是？我现在其实可以这两个换掉，换更高阶的，只是我会少了这个高几率增加捕获后获得的报酬数量啊。好，捕获名人啊，这只要两件就有了。啊，如果但是这两件如果换掉的话，我防御会高更多。很小。个是174，取舍的、啊，174，对啊，可这，但我比如说我啊，就是轰龙的三件套是润十的啊，啊黑带的话就是捕获名的是润十一，跟换装备，对啊，但要换掉哪个位置，我真的觉得很头痛。轰龙手，轰龙手是快吃，残爪，快吃啊！等下再来研究。好，这个是残爪要加。嗯，现在只能先做一些无聊的事情，等三分钟。哇，这个。散弹的配置真是要求很高啊！哼，要两个铁臂解放，铁臂加解放，对啊，铁臂哦，对，我好像没有的东西，
确定是有铁臂解放吗？没错啊，我看人家配装是写铁臂，超夸张的。我就说还有这东西啊！啊，去永创动图玩啊！嗯，痛击铁臂解放，轰龙换黑轰，可是黑轰没有偏辅助的那个呢，黑轰只是有满足感记忆啊，啊黑那个轰龙的话，你看我应该有吧，轰龙是偏辅助的啊，啊黑轰是什么？我有黑轰吗？黑红衣服吧，看一下。对，你看黑红的这个装备上面比较偏攻击型的，然后轰龙的话比较偏辅助型的。你看有耳塞，有满足感。那如果我换了轰龙的话，这攻击跟弱点特效是要冲啥？战斗型奶吗？虫子不吃那个效果，对啊。没事啊，就是远远打嘛。那等到躺在地上再冲过去挥个几下。手撕解。去蒸汽机，哎、欸，对吼，啊，雷虎啊，要开台了，要两分钟绝对蒸不完的，对啊，就算运气好也要三分钟、啊、四分钟左右，不可能，运气好要五分钟，说不定他只要一场整场只要全部都中吗？对啊，所以说运气好就会有这种事情，但是太可能，每次都中那个老头，然后全部都中，哇。那个真的是绝对有三分钟的，结束游戏，确定。他们上麦快了，好。好，那拜拜了，拜拜。你要出去吗？我帮你啊。哇！不要！好凶哦！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是不是等一下还有一个人啊？还有一个人要隔离吗？对啊，这到底是谁想的？问一下，这到底谁想的？建筑最好的那一个，建筑最好的那一个。杰克，杰克有话好说啦，有话好说。OK 的，我了解。你了解？我什么都没讲，是了解，我了解。你的情况我了解。反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楼下那三栋，就是你的目标就是三选一。没有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杰克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房子是右边那个最大栋的那间，对，右边，看到左边哪里？右边最大栋那间是我的房子，所以你要烧那栋哦，烧那栋。哦，对对对，有没有就很像道馆，然后有开天窗的那一个大天窗那个，对。好，哇，这个不是，我绝对不会跟你说是最左边那栋啦，对。最左边那个屋顶还有分层的那种吗？对对对，最好看的那一个，绝对不是那个，绝对不是那个。杰克，我跟你说哦。你的房子只能盖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丘陵。丘陵，就是你远方看过去，有没有看到一栋很远的那一栋？嗯，看到那个很远的栋啊，中间那个高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平台。尖屋顶的那一栋，尖屋顶的那一栋，尖屋顶那个比较远那个。哎，那是盖在我们中间，哎，不然它太远了，不然它太边缘了，拉边缘，然后拉边缘就好了。不要，被隔离一辈子哦。很凶呢，真的没有嘞，我最温柔了。啊，我要放壁虎出来了，你要放壁虎出来？哎，好久，我还没进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人没进来，还有一个人没进来，哦，你再把进来会出事啊。我自己不会去。你有 IP 吗？有吧？因为在麦块。有啊。我打。
最新版点二哦，点二，再打点一。哦 ，OP 吗？就的，害我去宰了，哭。最新版，最新版，我被多隔离了十分钟。哎呀，他这边怎么一直掉下去啊？哎，我其实觉得选这边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很好啦，一直摔，难下去，难下外面的人一直摔，真的。我等一下打算跳下去回血一下啦，直接回血。没关系，我帮你啊。哎，没有，我们不是物理治疗师吗？物理治疗师该工作喽。我们还没欢迎到最后一位啦。哦，来了，有来了，有来有来。等一下，我有点挤。等一下，繁星是不是没有出过国？他这样子会不会直接接受感染？太惊人了！完蛋了！他已经被感染了，你们不用管他了，隔离了。好了，那可以，哈基可以放他们出来了。好了，我来，哎，放出来喽！哎，繁星直接摔，出来。受伤，这感觉好痛哦！这两个出来，这样好吗？下去啊！这样好吗？不好吧？我会摔死吧？这个，哎，你死嘞！哎，你死！哎，我在下面，太好了，省了一段路。啊，那个木板砖在那边啊，借一下。你慢慢走啊！没有啊，不在我这，在我这。板砖还在我身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好，那个泱泱你自己来补哈，我们回去。你还是要走这趟路啊？够远啊！结束再补。要不要跟新来的人介绍一下一些东西？对啊，来，有哈基里头，反击头，无限轮回，无限轮回，怎么下山啦？走后面啦，摔死了对。然后找个好地方看不下去，这山很烂的，谁选的？哈基选的，哈基选的。哎呦，你说谁选很烂？这山很烂，还有后山呢。你在哪里？我去接你下来。物理接送吗？物理接送？我不见了，你躲起来了。好可怕哦！真的，这些群人怎么这么可怕？你要乱打了！怎么不见了？哪里呀？哇！在那个吗？啊！走不去了！哦，直接哇！结界死！是谁家啊？好可怕哦！哇，好漂亮哦，谁家啊？不要进去，你要干嘛？哇，你进不去了，团团没有。我跟你说啦，你如果要找矿物哈，我这一间一个都没有啦。哦，怪不得。有啊，有铁锭啊，有铁锭。那是泱泱给的，那是泱泱给的啦。哦，好啦。哦，所以这边是可以拿的吗？勉强拿一下。不行，要哎。不行啊！你们在抢劫啊！拿这个就好。哎，炉子有肉，吃一块肉。不行，还还有羊排。哇！还我肉，肉是你们拿的。你不会少块肉啦。不会少一块啦，不会少一块肉啦，哪会少一块啦？可是其实我想要少很多块肉啦。杰克，太多了，你过来，这里我在你后面。哇，看好哦，看好，我看好，会变魔术吗？马上有一栋房子跑出来吗？对的，来，跨过这里，你只能盖在这里。这里可以啦，这一块也可以啦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一块很好发挥诶，老实说。对啊。好，我在想看怎么干。啊，我的羊肉是在酱油身上是不是啊？没有啊，没有拿。啊，雨月丢的羊肉跑去哪了？我都丢出去了。嗯。我只有两块啊。没有。这里啊。我只有两块熔炉拿出来的。羊肉烂掉的样子。哇！好香！崇拜的！哎，我上一拜学杰克的哭声是不是很像？再一次，再
一次，再一次。那你觉得？哎，对了，他接包带他们去看那个任务区啊。哦，好，好，那还有任务区。有，这个是轻松生存，就是一般的生存，随便你玩啊，想请假也没关系啊，然后就是随便玩，对。好。然后我们这边会有设计一个，就是怕你如果无聊不知道该怎么干什么的话，在重振岭这边有个按钮可以上去，可以接任务。那每个人都有。就是自己开台的时候，这边解完任务的话，自己把那个告示牌打掉，自己创造拿拿资源出来。哦，啊，现在任务多了很多，多好多哦，尽量解，尽量解。会，杀了十只野妹，超级多，挨家挨户送一组面包是怎样？挨家挨户，好好笑啊！有一些蛮简单的，真的哎，真的还行。而且好钻石好多哦，说实在很多哎、欸。嗯，好哎、欸，啊这边好哎、欸，这个箱子是什么？啊、这边的是自定的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委托别人盖什么事情的话，这边可以放奖励在里面。哦，酷，定这样子。委托区。对对，嗯，这是委托谁去偷东西啊之类的。啊，如果之后有找到什么沙漠啊村庄的话，这边就到时候可以直接传送。啊、哦，好棒哎、欸！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，这个我很喜欢。哦、可是前提是要有人先去找到，有人先找到。那这个管理员是什么啊？这个就是到时候有一些什么指令，像天气晴朗可以直接按，就不会下雨了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你是管理员吗？那个。对啊，你还可以换经验品哎、欸，好棒哦！啊，对啊，经验值如果能，因为我们不会长时间挂在上面啊，所以等于说如果你要经验值的话。可以自己来换，这样超棒的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。看不到哦，赞哦，看到了，对，这样子，所以要解任务就可以自己开来接任务来解的。好，记得要解完之后才可以把告示牌打掉哦。好，啊，万一如果你解到一半，发现这告示牌已经回来的时候已经被打掉了，表示被人家抢走了，那也不要找我哎、欸。好，OK， 抢速度。OK， 啊，那我可以开始挖木头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有可以借我斧头吗？你要挖哪里的木头？没有，是人，这附近的啊。出去，就跟你说这个木头不能砍。找他们的去挖木头。那个、欸、那栋房子木头的，那栋房子木头的。你们看，这没看到啊？我每栋都看到，没看到啊？你怎么在后面？我看他在后面一直看着你们啊！你为什么在后面看着我？你这样子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思？我看着你们全部，哇，你全部都有意思哦！哇塞，哇，可怕哦！全部都有，头目大戏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你是变态吧？谁变态？你搞得动？你过来！没有，听我讲，你是我最爱的师傅，给你给你的。这个是我刚刚的烤羊肉吧？等一下。哦，我帮你安插。是，那我给你小麦吗？我要烤羊肉。这个是不是？我要给你小麦。这一棵树是不是有人的、啊？我可以挖吗？哪一棵？有人的、那可以，那可以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那可以有人是指挂名吗？没有，因为感觉他挂名，他包着、那個，他被甘蔗围绕。哎、欸，他被没有啦，那个我只是种好玩的，对，种好玩的。这边是那个杉木隔离区，因为你看它种出来会有灰瓤，它会慢用。哦，对，是哦，新的快更新的吗？哎、欸、对，我这还不真不知道，而且好像更新蛮久的，哦，完全没有人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对，但是我们却全部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你看，啊，没有，他发现了，他发现了，这个发现、哦、好可惜哦，好可惜哦，你没有被他炸死，对啊，哎、欸，蜂窝、欸，哎，哈，哪里我要看，哪里有，哪里？这里是300负280。300-280，340-280，哇，你跑好远，直接跑去找村庄，你就跑去那么远的地方。不是，我在找牛。哦哦，你要附魔塔，我要做附魔塔。嗯，哇，这我要去看蜜蜂。我要，可是你好远哦，算了，我不过去了。我要去看鸟语，怪超多哦，附魔宫哎。那我去挖矿好了。
洋洋，洋洋，我帮你看，砍他，快砍他！哎，这里应该没有人吧？哎，我家旁边这个空地我可以用吗？太多了，你先退，你先退，空地都可以用。用，好用，我就用，顶多之后拆掉。哎，不要拆掉啦！怎么了？他被感染了。哎，我们刚刚原本是打两个窟窿，打一打变成四只僵尸，一堆怪窟窿，好恐怖哦！越来越怕。爸爸，请克莱蒙过去。啊？是这里哦？对啊对啊，我们刚刚在那边。欸、这是僵尸哎！这个伐木场可以挖吗？伐木场哪里、啊？伐可以啊可以啊，我在旁边。啊很好。怎么了？要伐干净是不是？伐干净。那个僵尸有没有在看你啦？有人跑过来我这边了。我要偷你的那个甘蔗。偷甘蔗走回去啊！还有，耶！啊，我们今天呢？今天如果要说主题的话，就是帮忙盖一下我们的周遭环境，盖道路啊，美化周遭这样子。请问一下，这个马路可以接到我家吗？我有点寂寞。可以，我们经费不足啊，经费不足。拜托拜托，自己出经费啊，我自己来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有办法去地狱吗？地狱吗？可以啊，用的时候就可以。不是有地狱门那个啦，还没有吧？还没吧？应该有黑曜石了吧？黑曜石我家有很多啊。因为我想要去地狱拿荧光石，啊，这样子比较好装饰。不是那个石英，石英。我也要去。嗯。我想要石英。扛。扛。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对耶，现在这个新版有真正的熊猫跟真正的竹子了。对，也可以把它带回来。之后可以把它带回来，对，我要把它带回来。带太远了，盖个植物园的，不行啊！变食物吗？他没东西吃啊！被六粮食吗？一啦，饿的时候这样子吗？这样可能会有病毒哦，你们小心一点。他很可怜，不要这样。他很好吃，肉很多。你不行啊！你跟小猫只能选一个留下来。哈？导游你在讲啥话？没有啦，我说两个都是我敬爱的师傅，一个就够了哦。好好好好好。OK OK， 很会很会。我的师傅教的好。师傅教的。那如果教的不好怎么办？打。哇！你这样子的哦，凶巴巴呢？这个徒弟很可以，我觉得。你们都不知道师傅多过分啊！哎，师傅在干嘛？他多过分？事情的过分？对你做什么事情？哇，他感觉自己能成为一拳超人，然后就叫我每天去跑十公里哦。哦，哇！你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你认错师傅了吧？你是在做梦？你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哎、欸，我从来不做梦。哎呦，从来不做梦，这样感觉蛮无趣的。哎，对不对？其实我，我觉得做梦很好啊。我觉得很好玩哎、欸，为什么哈金不喜欢做梦啊？哎呦，我每天都做，我没有一次不做梦的。你知道做梦很累，我每次都做一些很长的梦哎、欸。对，可是有时候你会很开心啊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欸嗯那你可以每天解梦哎、欸，很开心啊！对啊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你可以每天去周公解梦网站，开始解梦。周公解梦网站，对啦。周公解，你不要又在那边乱讲话，他们又要开始 open 来了。说真的啊，常常会梦到你，没错啊。你梦到我干嘛啦？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啊，就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嘛。啊，不要！你不要说你做没事的好吗？梦到每天叫你跑步有没有？光棒太凉了。可是我觉得做梦很累，尤其是你做这种有剧情的梦，啊、然后你醒来以后发现那个故事还没做完。可是很好玩。哦、做梦或者断在很奇怪的地方就哦，好难过、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就会很生气。后面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可是我很常做梦，然后隔天梦再继续梦回去。好猛啊！这样很好，这样很棒，我喜欢。我都是连续幸福哦。
第二集，我的梦都有点戏剧，还有戏剧，你还就下集再去，对啊，对啊，梦到第一季完结，我还要等，我还会有那种就是平行世界的，好酷哦，对啊，就是同一个梦，然后我会做想说，哎、欸，我上次在这里的时候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，然后下次在好猛啊，那个。你是梦世界人吧？欸、其实不知道我是这个世界人吗？超屌的，很猛，真的超猛的。反正我们是我是没有很常做把这片挖完了。对啊，我还很怕你把我的柱子给挖掉。但是常常会梦到一个东西，就是会有、哦、会有那种预知的感觉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你过可能。对，你可能过了大概两三个月以后，对对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这件事情好像你曾经有看过，有梦过，然后这个地方似曾相识。哎，我很常这样子。记得好像这个真的有报告是讲这个东西，平行时空的你，你以前以为你有梦过，但事实上那是你以为而已，但是没有过的、嗯、啊。对，那不然呢？就是一种现象吧。我记得 Google 去找看看，即视感啊。仪式感啊，对对对，仪式感。有没有肉？我有苹果，没有肉吗？看你明明就很多苹果吃。我中午拿到一颗哎、欸嗯，我看有没有烤鸡好了。我、哦、并没有烤，不是有烤鸡场吗？虽然那不知道好了没，里面没有烤鸡、嗯。烤鸡场里面现在只做鸡而已，目前还没弄好，还没烤，还没烤啊。哦，所以难怪你会说要死因，难怪。对对啊，要比较鸡。哦不然就是手动，嗯、手动好累哦。觉得差不多了，就是手动把它开起来，去拉一拉，嗯、超累的。现在我要干嘛？我为什么要做这个？我要拔起，动回去吧。好，想在头上五个高地方，第七个，然后对啊，一个。你这太近了吧？那他们刚刚就这样中的、啊啊，是吗？不是隔三个，啊、隔两个哦，两个。那给你，交给你了。嗯，环境大使，环境大使，美化。哎、欸，这样我三木想要种那种神木、欸，哎，你就种一起、啊，种啊，而且比较好看啊。三木种神木就是会又会有机会会有那个啊灰狼啊，我因为我之前是种四格，然后就跑灰狼出来。哦哦，哇，所以我才刻意做那个隔离区，有没有？嗯，哎呦，你也太边边了吧。哎啊，它不同种类啊！你四周给它石头围着啊，或木头围着啊。啊，对，这个我们到时候进地狱的时候，地狱到时候不要盖太多设施，因为到时候我会直接升上去到 1.16， 然后下一个版本听说好像就不要一点一看地狱新的环境，不要跑太远就对。对，会洗白啦，地狱会洗白的，对。好的，了解了解。就要盖的话，等 1.16 之后再说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你拿资源当做资源世界就好啊，设施到时候会洗白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其实蛮期待 1.16 的地狱啊，蛮感觉很酷，蛮好奇的。我觉得这一株没挖干净哎，啊，找到了，所以它树叶都没掉。找到了，我来，其他人都在地表。还没有，没有在地底。哦，你们都在地底哦，我以为只有我在地底。好了，我家在地底啊，我掉了。哦，对哈，对哈，还蛮多人家里都是在地底的嘛。对，穴居吗？穴居人的概念、欸、长出来了，哇，整个都变灰囊啦！哇哇，你诈骗啊！你们要用手动把它挖掉，对，手动挖掉它吧。所以那个、啊、山木还是去种在我那个吧水池中间那一个隔离区，对隔离区。以前不会吧？我总记得以前就说改版很久了，沒有啊、以前不会是最近更新的、啊，改版很久了。最近对，好像改一段时间，但是我们都没完成。